trong quá sian à, bà bị con mua đi đơn quân hoa。昨天网络流传了一则视频，画面显示一名身穿 Elmo 卡通服装的男子在马六甲古城的某购物广场外跟两名男子发生争执，其中一人还被打到出血。目前还不确定案件确切发生的时间。马六甲中央警区主任克里斯多夫向媒体指出，警方暂时还没有接获任何的投报，但无论如何，一旦确定了事发的时间，如果是刚发生，将投报并采取必要的行动。